Hello，为什么没玩麦块？巧克团今天休息呀、啊，为什么没玩麦块？编辑，巧克团今天集体休假。我怎么没声音？我们讲话啊！等一下，等一下打 boss 要有点专心一点，抱歉喽，抱歉喽。
安谢。Hello Hello， 在记录打 BOSS 的过程。我刚刚打过了啦，在帮朋友打。打完之后，我们要换另外一个任务来玩。来呢？受伤两次哎。这是伟伟啦，刚刚我的格斗士就职完成了，然后现在带我朋友，他说他也想要，然后就麻烦伟伟带一下。红伤欸，我换工作避一下。
我们来看吧，看看呢、啊。我想说会，看可不可以捕捉到一些好笑的画面，所以就开台了。稍早之前他有个朋友吧，就是合集啊，他的宠物就是板了三次咬碎了而已。我是怕被反击啊。哦，还好还好，过了过了过了。耶、yeah ！等一下，然后宠物收起来。好，不好了。我看他血量现在多少？好红哦！他只剩下450了，我赌我不服。我也希望大家都不要。因为这只 boss 不能带宠物，带宠物会死人。哎呦！
羞意思。我想说应该反击死掉，找水买咯，法国面包。想想真感谢利恩的会员。惨了，没有卖水的了。代赛，我没被打，好不好？刚来就看到圣光飞了，是我的错吗？又不是我带赛吧？安安菜鸟安安。好诶，安安。
哎、欸。晚上好，还是没有要开的啦，因为这个朋友刚好想打，然后这个打这只王的过程一定都很好笑，所以就想说开个台。然后本来是想说要解另外一个忍者的就职任务再开，这样子，可能就职忍者的途中会继续开啦。我要跟伟伟继续解这任务。嗨，韩文。冷王差不多危险呢、欸。曾经出过冷王团，结果 BOSS 连续暗杀三个人什么的。我冷王好像也是被暗杀的那一个，当时啊。他欠一打，色为螳螂，没有就叫赤木螳螂啊，它比正常尺寸的螳螂还要小一套。
慢慢。又打哈欠的哭哦。哇，哈欠打不停哎！天啊，短短一分钟就打了三次哈欠，为什么知道？我刚好打哈欠的那一瞬间，就58分，对吧？57分，然后变58分的时候就打了三次。2岁的前兆吗？不是，白痴哦！就算不打哈欠也是会想睡的好吗？然后肚子饿了，那是想睡觉的前兆。饮水包，煮水包顾不过得了。这边能买，这边是不能买水了、啊，都掉了。可怜是吧？你的日清都是共有的、哦。
对啊，他的角色练到后面，他就是为了就职格斗士，把自己搞到超级没钱的。加错人，我是第44个赞影片的，嗨安安。宠物爱了物品很好，请问可以补会员感谢吗？前几天测试的时候不小心关台之后加我这个，感谢刘廷宇的新会员，但不喜欢看笑话。感谢刘廷宇的新会员，我真的想骂。你可以打个字吗？究竟神龙会不会飞走嘞？我觉得机会很大了。我偷看他的伤势，皇上，不是护士的问题，带护士的话装备攻击会不够，因为他稍早带我过来的时候其实打得有点稳。你几时关台？估计11点多吧。你应该来，我的眼泪哭啊，真的谢谢。不是啦，好啦，好好感谢你好不好，感谢刘廷宇的新会员。如果有兴趣加入 DC 或 LINE 群的话，你可以私讯粉专，小帮手会拉你进群哦、喔、可是小帮手最近也有点忙，可能要稍等一下哦、喔。谁在看台啊？
不要！哦，哎，没反击耶。我靠！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好，过了。因为我讲一下，我们那个伟伟的配置是，就是穿三级重甲加三级的斧头嘛。然后就是今天其实过得也是算很稳。啊，白痴哦，我捕到宠物了啦！我收宠啦！啊，浪费一瓶水。对，不感谢的。烽火搜索，等等我看，你总是一双鞋子啦。
接下去。还回去。装备宠物帮我带回银行，谢谢。好的哦。好，回去回去。怎么叫我本身不是就是帮忙打哦、喔？哎、欸，我又没有收他个，我没跟声光收钱，我的天！然后再跟他讲。等一下问他要不要继续解忍者任务。哟，你等等还要去，等等要解的吗？
耶、yeah, ！我忍者转职有望啦！一个给朋友，我去查一下忍者有。至少梅子不会飞人，对啊，还能拉起来啊！我对我要不要去学学？我去学个气诀，等我一下，我跟他讲一下。你等等有几次？故事跟风，到时候也是这样发展。嗯，还有两个位置，他一个换两个吧。悠远安，啊，啊，那还在掰咖，这边再等，这边稍等一下，后续有东西要弄一弄。你说到后续，很小，剩三罐水，那我还能干嘛？嗯，还是要跟喵哈买呀、啊。有没有他买水？会有忍者玩因果吗？还是忍者玩气功弹呢、啊？战斗，我以前忍者是玩气功弹。你们有什么推荐的吗？因果到死的气功弹，气功弹，气功弹，找不到。嗯，气功哦，气功弹到六等，好吧。可是拿回力镖不能暗杀，不干嘛？白痴哦，关掉我的直播了啦！等一下，我知道怎么用。
进行直播。干嘛？对不起，我关掉自己的直播了。等一下。我关掉我的后台。哦，好，回来了。没事了。我没办法，我完全不敢。没有，我晚点跟你收，因为现在水没有了。我发现水现在对我来说好重要了、喔。就是下午跟你在聊的啊，我说现在换那个点数的已经快用光了。因为气功弹的话，就是你空拳丢气功弹嘛，阿梅魔就直接空拳继续啊。你晚点也收不到，因为我今天切脚哦。对啊，没有啊，不然就明天嘛，明天再跟你收啊。所以昨天跟今天都没有用生产系统。啊、哦，没事。明天周末跟你讲，我们那一次封测吧，早上六点的时候，五六点的时候没有人。想今天把忍者救死完，然后明天或等一下我们去把英国学一学吧。这只小红猫还没当护士，我想要学英国的时候才当护士。早上五六点真敢讲，我那时候五六点就刚起床哦。那时候作息很乱啊，那时候封测的时候，就是做梦都梦到在玩魔力啊。为什么喵哈在？啊，就喵哈在啊。奇怪，喵哈为什么会不在？喵哈在挂台画画，不知道挂台剪片啊。感觉容易受伤，所以本来一公弹嘛，你在海洞转魔石，这边开始变成我们的情趣的地方，很爽很爽。那这位是我们的双叶大大，就是这位跟刚刚跟我们跟台那个真光，都是之前魔力宝贝认识的，啊，只是他们比较常出现在六福。那现在是因为刚刚要打那个格斗任务，所以才来。啊，这个的话是今天下午在跟他交易的时候过来这边。嗨，竹子，空空如也。比平安安，登不上去了，我靠！想一下哦，灯光登不上来。
你在海洞转魔石，你不是你怎么不去加纳村？还是那边传送要25等？哎、欸，有限制吗？为了神传送要25等哦。你可以去禁地练啊，不然就禁地前面的那个那条路，可以找你找什么屁博过去，屌博。不是啊，不是禁地啦，是那个坑道啦，坑道地牢，要讲错了，抱歉，肠胃好痛，肚子突然被扭了一下。哦，天哪、啊！我今天刚刚随便拍的那个飞蚁的影片，就一大堆留言，仓库没磨，什么意思？吃晚餐没有喝汤，就不太下。你们都喜欢看那些虫的影片是不是啊？我之前抓蜈蚣的影片也是观看率超级高，这个才刚贴出去马上就1000多。请问能跟吗？跟什么？你要跟什么？哦，格斗就职结束了，不好意思，而且刚刚是朋友带的，结束。不错。喵哈搜寻关键字也是喵哈蟑螂，哎呦，哦对啊，你就喜欢画蟑螂不是吗？因为我刚刚就职格斗是有点特殊打法，那个是这一位朋友，他研究了，他从封测开始研究到现在的，然后就这样子，不齐30多的人打过的。抱歉呢，因为带团的不是我，我没办法做决定。然后想说麻烦到他，就说啊，他有说后面可以开始试试看用收费。套带格斗士。可是他这样子，我觉得风险很大。万一他把东西给了人，然后不见的话怎么办？嗨，先去看满满的被哦，好，我想说。来拍一下我摸黑玩游戏，对吧、啊？摸黑玩电脑好了，然后就是楼下随便拍一拍，证明说什么今天又被入侵了，然后没办法开台啊什么之类的。结果开台前几分钟就都结束了，就是飞蚁都死的差不多了，就开台。有啊，现在出门一定戴口罩啊，回家一定洗手啊。至于多喝水，我已经很拼命在喝了。
编辑结束。待会忍者就忍者就职是几等推荐？我看一下哦。忍者就职方法推荐等级30哦，可以。现战斗系职业20以上，可以。欸、对耶，他还要走一个迷宫，哭啊！这边先等一下我朋友吧，等伟伟，他不知道去哪里。哦，你跑来这边打字哦？对啊，就是他就是血量算的，就是。都差不多，对，哎、欸，而且魔力宝贝这一点很白目，他后面只要打三个点，那等于是思绪，你知道吗？你对着那个地方打点点点，其他人是看不到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在解这任务的时候，我们在那个过那个嘛乌克兰那一条河，我就打乌克兰点点点，就想说奇怪，他怎么听不到我们打字？然后就一直整个代沟，就等到很后面，我第二次解忍者任务，还是过了几年，哎，过了几个月解忍者任务，才知道这件事情。虽然白蚁看起来很多有点恶心，但其实觉得，没有，跟你讲。那个拍起来其实画面少了很多，我本来是要走出去拍的，可是走出去就是你知道门一打开会一窝蜂的喷进来，所以我只能站在那个窗户那边拍而已。欸，伟伟，你哪只是封印师啊？高高吗？雪糕。雅尔克点点点，毒点点点，蓝毒蓝，金梅，忍者任务没有一个小时应该解不完，看你的脚雷不雷了啊。绝不宽待，一定不能留的啊！白蚁不是益虫欸，那种看到就是要杀啦。虽然会有些人觉得白蚁很可爱什么之类的，可是不行啊！啊，万一把我家地板咬爆的话，我就不行了。精美打板就变成泡浴缸了。欸，你玩还愿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你在打新美啊？每次叫美心的时候都会看成新美，对不对？
这样一个小时就过了、欸。我去拿个喝的，等我一下、喔。我刚刚就在想，魔力到底是美心还是心美？木头不是不是不是面木头，那个是木板，木板地板，它很薄。我回来了，伟伟好了吗？玩哪个伺服器？天平、天秤，我需要改一下魔力。永恒初心，天存。好了，所以就是你朋友不玩吗？对啊。那有要顺便打死你吗？等到时候这些衣服就没有了。他才做给我的就没有了，完全登不上去，很正常啦。五点之后就很难登了啦，不小心离线登出会尖叫，哎、欸，不尖叫会鬼叫，哎、欸。那我加我自己的，那你有角色。嗯，这款大小多少了？有大小？耶、yeah ！小繁星顾家，安琪魔酒吧，等一下，我缩小画面。啊！我记得安琪魔酒吧是在最下面吧？但电脑空间多少？我不知道，这里吗？科特酒吧，好。感谢微微，你最后三只头上都冒爱心。如果选否的话，好，我们要选是。
欸、不是，这个是王宫食堂。其实它也不大啊。再来是去科特酒吧找爱喝酒的阿萨内大雅尔克点点点雅尔克点点点哇哎、欸，微微，我们顺便打死他好不好？我想要转职，嗯，拜托了，求你了，雅尔科，哪个科啊？科学的科。爱喝酒的，好像哪一只？这只吧，对对对对对。你不知道能不能过？没事啦，有你在。好吧，到时候再看看吧。没有啦，这个科啦，这个、欸、你有解过吗？这个科，要加三个点。者边下载游戏边看台，加油！因为这个任务少一个环节会很惨，所以大家先确认好。他会跟你说，因为他现在还是个认真的厨师。然后我们等下省100块，我们徒步去伊尔村。干嘛 ？OK 啊，都好了哈。哎，你只打两个点呢，都好了，确定好了。但是都有说什么还在做厨师吧？啊，好，我们客家一点走过去。
东西？飞奢侈的飞，真的吗？等下还要再飞一次的样子哎、欸。等一下、喔，哦没有嘞，等一下好像就直接在法兰城内，在就是去雅城，是雅城啊，维诺雅城。整一点哦，你总共三只就750了哎、欸，不是750，300块哎、欸。小鱼早安。已经省到破头了，怎么了？哎、欸，敲我！我跟你说，怎么对付那些该死的白呢？有啊，小林教我怎么对付白蚁，就那方法是我已经知道的那种方法。哎呀，小林真可爱。我打说你要看照片吗？打成尿照片。旧金山酒吧，修罗之战再开，真的假的？什么时候？今天了吗？那明天来开吧。哦，今天光遇一直还没跑哎、欸，刚开始哦、喔，哦，那就明天啦、啊，明天我去猎鹿皮那些，我们再来玩修罗吧。我不知道，哦，你跑去查，你跑去 Google 了、喔，哎呦，很棒哦、喔，科特应该这个吧？哦，对对对。啊，对不起，精美，好，登出。我们 C 一见 ，C 一。啊，对不起。什么东西？想说你在魔力说，还没跟你讲讲呢。我就在魔力啊。
白痴哦、喔，我弄错人了啦，靠哭哦、喔。再是淘食品店嘛，对对对对对，波尼亚，你蛮缺爱心的，等一下、喔、波。没有，雅尔克是下一个。现在只能送光之礼而已，太穷了。我们现在要去找桃欧。然后准备好你的雅尔克点点点。你还需要我吗？需要啊。现在伟伟是因为要去抓蓝糖啊，不然他自己也满团啊。我怎么不会需要？好，我要再走一次一二村。是啊，你现在丢气功弹有经验吗？哇！把人成一间仓库内的屋子。羊毒，哦，毒是下一个。我等下先把面包交给那个。要给伊尔村的一个人。以前最好笑是，以前有人在东一喊说解忍者任务的加加吗？那我就去加了，因为那时候对忍者任务还是有一点基础在。关于好友好像没上线吧，然后他加他队伍之后，
他竟然说绕法兰城500圈就有一个神奇的门打开，我说哇靠，骗我当时不懂魔力吗？怎么可能有这东西？就他好像绕到第20几圈，他人就登出跑掉了。你说什么啊？啊，对啊，以前就是限忍者就职任务35等以上加加加吧，还是30以上加加加？优化安安啊！优化明天早上带我飞啊！单纯耍人，对，跟北七。然后当时他当时带队的时候，我也说不是要先去旧金山对吧？就是那个酒吧接任务什么之类的吗？然后队友竟然还回我说：“闭嘴，让带那个让队长带。”我就哇，又被耍了。那个人也是直接跑。你竟然丢钱，12块你也丢，48块你也丢。然后等一下，等一下冬衣好了。你话怎么那么多？好了。欸，是东一吗？还是西一？哭啊！东一啊。多一十一，敲你起来！你说打电话给你吗？我怎么敢？等一下哦，哎，读。感谢生母的超级留言，谢谢生母。这里吧，是哎、欸，三啊，这里，哎呀，米诺特吗？好了，他说那个协议就好。哇 ，M 好久不见，对，感谢 M 超级留言。你进不去，假日辛苦小鱼了。OK， 而且现在在解这个任务有点需要注意力。感谢 M 跟生母 ，M 生母对哦，感谢母母。再来是，等下继续要说赌哦。然后会拿到杀人用的毒，哎，艾姆，你自己场次注意安全哦。你看新美长这样。
还没吃过，可能真的有会起来。吃什么？想吃没了啦，哭啊！我对不起吗？注册是只能用手机吗？对，他一个手机绑三个账号。所以我第一次出女装出道，哎、欸，哇！他吗？办账吗？看一下哦、喔。阿迪博士，啊，这个啦。就刚刚说嘛，哦，你是不是复制错了？我等你好。好，你再你好，再打一次 ，OK。二零古，哦哦哦哦，吸血鬼夫人吗？哎呦，你好像很适合呢。被发现了，当然啊，当然要用去圣拉卢卡村，我们用走的吧，聊一下天。还是你想用船的？300块哦，想清楚哦，这东西两三分钟可以到的哦。而且还跟别人一起出女仆，全都没了啊！不能一下次约哦，啊，很可惜耶。你先抓一下导弹的猫，好。他家的猫叫做雪糕，跟什么忘记了。你的叫招也没了，爽。不是哦。传送好贵。没有啦，就是能省则省，因为现在这个是跑任务的。就像刚刚传伊尔村。100块的话，他三只角色传过去两次就是600块。再传圣拉卢卡村的话，就900块了。想说现在这么困难，能省尽量省啊。大人用的，嗨小鹿，嗨小鹿。被抓到了，哎，要打两次蓝哦，蓝。
看一下哦，医院找药剂师心得。好嘞，将杀人毒交给他，得知药草喝下去又将杀毒的时候，那个关键什么意思？哦，先输入毒再输入蓝哦，白痴哦。没有先打毒，白痴。不会吧？我画面黑啦。是全断啊，伟伟你断了吗？继续。欸，不确定欸，我另外一只角色卡着欸。你也黑了，喵哈，你小心一点哦。好，清库走到这边。无法连上伺服器，看一下。你还在摆摊？海鸟是玩哪里呀？小雪离开了队伍。难道又爆了？我好像三只都断了欸。你在天秤九？哎，你叫什么名字？往圣拉卢卡村的道路是有毒啊！彩鸟耶！此账号已在线上。看，好啦，我们用传的好了啦，烦死了，300块我出吧，等下还有250块要出欸。欸，我都进来了。快，要登录趁现在，小鱼登录就趁现在了。卖水的那个柴鸟吗？哦，等一下我用另外一只去点你好友。你三只都进了，哇塞，他如果搞这一招的话会很难过欸。你去看一下彩鸟，哎，喵哈！哎，欸，这小红帽也登进来了。伺服器要出事了吗？没有啦，人太多爆炸了一下吧。来看一下柴鸟是哪个？柴鸟耶，见习樵夫。柴鸟，我去跟你交易名片，不交易名片啊，交名。啊，小可爱了，小可爱。
你是谁？还有谁？你的彩鸟，魔彩鸟哦，在这里哦，看到了，看到了。名片交出来，啊，你是双叶是不是？这只啊，这只。你要教我做材料用面包，趁乱换角色真爽，真的。D C 哦，一盒，一盒。他们在打修罗。我对，下面对下面打修罗，那我就对啊，我就帮你用面包吧，不想练。什么？帮你用面包。你不要卖，你可以摆摊啊，自给自足这样子啊，赚钱不是很快乐吗？赚钱很快乐啊。那肩膀咔咔咔，在等伟伟上线。微微慢慢来。欸，你知道你们刚刚是你们三个断，你们全部人断线，欸，然后我就挤进去了。就有人说趁乱挤进来啊，我朋友啊。不是，欸，你知道我用拾荒的，我拾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组的小麦粉。你也太会拾了吧？不是真的很多组欸。我跟你讲好不好？那是我开你的，你第二页是不是也爆了？为什么你怎么了？你为什么我要偷开我的？靠！你厨师啊！我想说我包包好满好爆哦，我想说就开你的拿来放。啊，你是厨师哎，欸，你不知道小麦粉要干嘛？居然是你！我想说为什么拾荒死来那么多？不可能啊！不可能啊！我不是跟你讲说我是 bug。没有。那我要去采盐吧，我要去哪里采？你要三等的猎人。三等啊，狩猎要三等。狩猎，我还有一只还没学啊。哪一只？猎人吗？你要你猎人要啊？你要狩猎技能到三等。哎，欸，小雪进来了。啊？所以我现在有一只小可爱还没猎人呢，啊。我小可爱可以学吗？猎人？猎人是一个职业，狩猎才是技能。猎人是职业，狩猎才是技能，所以我现在要去学狩猎的技能，对不对？对。但是你要学到狩猎三级的话，要猎人前期，就猎人在一等的时候可以狩猎到三级。所以我现在要去当猎人。猎人，好，你教我怎么走。好，很简单。你要两只猎人嘛，就是小可爱跟小鱼可爱。不行啊。哦，小鱼可爱是剑士啊，小可爱是厨师啊，只能小可爱啊。小可爱不是弓箭手吗？小可爱爱弓箭手，小可爱不是。你没乱射吗？欸，你有乱射，对啊。我跟你讲，你现在重登的话，你也会哭出来。你干脆去打哥布林头盔。我不要当弓箭手了。哎，欸，你乱射5000块花下去了，欸，哎。我是一个没有弓的乱射，欸，哎。我给你，我给你，我准备没有弓了。现在怎么办？怎么办？我等一下回去给你。我有一把没有用的弓，不是没有用弓，我用不到弓。我怎么办啊？你是要猎人是不是啦？我是想要当一个挂机的
废物啊。那就没关，那就没关系，你就当做那五千块是就扔水沟啊。投资，对啊，扔水沟，我会还给你的。不用还，你不用还，你不用还。为什么？哎、欸，就只有你不用还钱呢、欸。对啊。对啊。那老君买旁边面包，你要不要吃？好啊。嘿嘿。然后蓝。问完就没了。你现在三只都进去了吗？啊，进来了、啊。你三只都进来了吗？哦，你好强哦！学妹说也要炒面面包。等一下，我在忙。先读再蓝。交出去。读。蓝。你是确定 OK 不是岸上的齁，那我走咯。等会欸我们去西医吧。啊我忘记用打的啊哭啊。对吧公。要啊，要的话，我的是三级弓哦。你如果变成猎人的话，你应该拿不动哦。啊，反正你要当猎人的话，你就不用那么好的装了、啊。你可以继续拿斧头，懂吗？好，我拿斧头。好，你先变成游民。等一下，我再跟自己交易。嗯，有多少人想学乱射学不到？我们把乱射扔掉，不需要。好，这种邪门歪道我们不要。等一下，继续说毒跟蓝哦。小林说什么？他要炒面面包。哎，上次不吃到了，还在抱怨说我们的牙齿怎样怎样的。那时候说吃了之后，然后感想是什么？牙齿很酸。为什么？他戴牙套啊。哦。哎呦，虫爬在我的腰上，烦死了。哦。哦啊，白痴哦，不是这里，不是这里。待会才要去。李谢李宝，多独蓝，待会到仓库。然后等下，这边独蓝说完之后，另外一边也要独蓝说一次。他说暗杀集团 OK 好不够继续走，因为当时会玩忍者这只角色就是当时火影忍者刚开始正夯的时候，我很想求救，刚开始冲角色就是很困难的，我该去网络上找资料吗？你想练什么职业啊？建议新手就是玩战斗系职业啦，你就是开局力量点满15，然后
体力五，敏捷十，或是体力十，敏捷五啦，都可以。就这样子开局，然后属性的话你随便点。你在哪个伺服器啊？我在天平哦。对啊，想好好玩就玩，像弓箭手就真的是很简单的职业。你也不一定要被职业那个啊局限住，你看小鱼也想当个很快乐的猎人。我以前真的是当一只战斗系的生产系。毒蓝疾风在吗？疾风哦，是在打牌啊。话说力量巫师感觉很好玩，就魔化的很快啊。好，再来，我们要去维诺亚村了。250块花下去，750块花下去了。等一下要打新美点点点，快乐玩最重要。对啊。就是你也可以当个高输出的那个采集系，你就可以就不用再去练一些很痛的技能，就去打打怪，然后累了就坐下来挖挖矿猎那个狩猎这样子。之前我有玩过力量传教士啊，那乾坤打下去，因为他的法杖有分力量法杖跟魔法魔攻的法杖，就力量法杖靠下去就没有了。不要像我这样虐待自己。来，我看一下啊。对，维诺亚村。我捡到了平民小刀哎、欸。嗯，很好啊。平民小刀，捡到番茄，开心。快，我们快见到新美了。巫师比较偏，巫师是辅助系的啊。欸，不是这里。没有，怎么进来这里？精美点点点，再来打毒点点点。嗯，精美。然后我要去小云看实况画面。我不是整天跟你讲说你那角色被叫新美吗？你有印象吗？等我一下。我捡到二级的回复药哎。你要吗？可以啊。什么新美？你看我的画面，实况画面。我看呢。然后嘞？牛长跟你一模一样。他就叫新美啊。不用。我不用。先不用叫我新美。好强哦！原地捡到一个回150生命力的东西，好爽。这都是我喜欢的拾荒之旅。
为什么他头上可以有三个爱心啊？对，头上有三个爱心。不是，就是他是很明显是同一队的，然后有三个爱心啊。他就有六个手机账号啊。好好哦。对话两次哦。要对话两次哦。抱歉，这个剧情我就不看了。好，我要去报仇。我就是新美，我和爷爷是蓝之一族的人。等等我，等你啊！这话超级长的哎。该怎么决定属性都可以，属性其实前面没差。我记得那时候新手推荐是不是点地啊、地水啊？忘记了。傻傻的姑娘，你看，就走，他等一下就要进去泡酒了。看一下哦，两次对话，出地下室后到维诺亚村外找。哦，我们要。我要准备打乌克兰点点点了，你要可以抓到蓝糖了。好，我们出发。傻傻的姑娘带一朵花。哎，好哟，我去来地心，五个魔法。傻傻的姑娘带一朵花，之神。哎，原来只能两种，对，除非后面有一些叫一个东西叫希望水晶，可以拥有三个属性吧，我记得，但那时候就没有在玩。为什么护士陵园？欸、好啦，等一下打打看，打不过我就认命了，好不好？哦，白痴哈、哦。然后妖巢啊，他底下没有穿裤子跟衣服。我的赚的钱都变成格斗的形状了。对啊，你很棒哎！来了，准备乌克兰点点点喽，啊，点起来。
所以那个古钱有什么用？真的不知道吗？有。今天跟一个人在聊天的时候，你可以先收集起来了，然后那些古钱问号都可以给那个疾风鉴定了。那如果他已经鉴定了呢？就可以堆叠了。问号的不能堆叠。哦。哎、欸，这边怎么走啊？忘记了。欸、我在原地踏步哎、欸，等下。存999可以换金怪。哦，我以前都存到一两百就没有玩了，弃坑了。你就走这边吧。我记得是99000吧，999很快、欸。没有，现在这边好卡哦、喔。我走这条路这么卡。再来走哪里？卡加吗？看我10万后面很呛耶、欸。我有装个跑图优化的那个啊，还没有用。看我朋友那边也说好卡，你走路会卡吗，小鱼？没有哎、欸，很顺溜，好吧。可能是因为我就只有来回那个吧，来回那个叫什么？老师在抽血。珍珠啊，魔力！哇，捡到40个铜了，可以拿去卖的。银行，我只有来回银行跟那个兔窝，所以没有一直动，就没有很卡。我整一个一个慢慢走，天哪、啊！那你真的很惨，这边很惨啊！我走这里，然后到这里，这边有陷阱，你先走，真的要看攻略才能走。然后看一下、喔，走这里，然后走这里。哎、欸，不是这吗？走到1320调查一格，什么东西？这里啦，白痴哦、喔。然后这里。踩到陷阱会怎样？掉下去重走。不要叫我示范，我觉得我等一下会踩到。沿着红线走下楼梯，第几个啊？这里。然后走这里到外面。这里是哪里？哦，不是走这里啊，白痴哦！我说我怎么没印象？走这里，走这里。好了，我可以抓螳螂了。这个是蓝色螳螂。
掉卡片吧。只要沿着黄色走就好吗？对，那你走完之后，你就往那个黄色走回去。你是要在这边打怪吗？这时候没盗贼，真的很酷哎、欸，酷哎、欸。真的很爱乱丢垃圾，我捡到25颗糖了。糖？我不是糖啦，盐呐、啊。哦。波卡，然后就出来了。你要回去打卡片吗？我、哦、这边可以回、欸，要吗？我们可以稍微来这边玩一下。可以先打王，好啊。黄金螃蟹。看一下喵号，微微是不是？哇！我看到了，我现在看到那个你加到喵号的队伍去了。以为哦，没有打到。哇，你升等了哎、欸！哎、欸，问一下哦，走到名家跟罗来说读点点点。名家，名家，加名741。还想说怎么没人理我？哎、欸，你晚点可以带喵哈的朋友去加纳基点，他魔力最要好的朋友，可能要麻烦你带他去基点。多少？77 47 77。我就是在山上啊。哦、我们去拍照，我们去拍照，我们去拍最美的风景。小鱼，嗯，干嘛？有空我带你来这边看风景。哇，好喂！我可以看到你在干嘛哦。你听得到我在干嘛？什么意思？你看，你看。看什么？你看，我看到你在法兰城里面捡东西哦。法兰城捡东西？你看我画面。我看你画面了、啊，然后呢？有看到？是法兰城。你嘞，我明明就在那个皇宫里面，不在捡东西，我在做面包啦。看到你了，看到你了。嗯。你嘞。对啊，伟伟也说看到你了。你哭，傻眼嘞！你们两个。爱冬衣。对啊，我就不在东一哦，我真的在那个做面包啦。
嗯，敢不敢再卡一点啊？应该是楼下这间吧。好爽哦，捡到那个盐巴就可以做了，做面包了。你们现在面包会很那个吗？啊？很凶吗？面包？其实面包就是乱射，现在乱一次是20魔啊，五次就没了。你们应该面包应该不能。没有啊，我还是可以吃。法国面包。多毒，毒毒毒。进入村长家，对梅子说赌。跟他交谈后选手，结果舆论完梅子开战。当着我说带着小姨，哎，你在，你跟我们走在一起，你可以带小姨来这边看风景啊。不是，我是要跟大家说，小姨在那边做面包。我没有说要看风景的意思，老君不要误会。92286928，男朋友来啊，带我看风景啊，来呀、啊。6288，哎，我在卡了耶。不对。等一下，不是啊，村长家怎么走啊？6928，69，干嘛讲那么可怜？看，对啊，全世界就你最可怜。谁？不知道。不是啊，但6928不在这里哦。不是风景旁边那一栋吧？逛半天。不是这栋啊，六，好，是这一间呢、欸，气死！地下室，与梅之说毒，与他交谈点否？我记得这应该是传过去吧？等一下要说毒哦。欸，直接开始打了哦。都好了哦，微微。开干了哦。选否哦。要选否哦。哇，你刚刚敢回头这样子点他哦，你不怕进入战斗哦？看到小可爱爱了，从银行前面走过去了，这次没看到了吧？哎、欸，对对对对对，我想要去那个。Go go， 点他喽！把我的乱射遗忘掉。你变无名就好啦。我知道啊。所以我现在要去变无名啊，所以我走错路了，好冷哦、喔、
三十等，杀他！变无名的那个人在哪里啊？在西医后面。我靠！好的。哇，这么烫啊！他后面死了，等一下，你们应付分享看不到、啊。我自己来，我自个来，应付分享。这是西医后面。第一号面，后面，哦，卡卡卡，哪里啊？这个啊，这个女的、啊，这个女的，对啊 ，OK， 怎么办？我打不过哎、欸。不行，我们可以的。过了，加油！他没暗杀哎、欸，对我们太好了吧？哎麦啦，被吸牙啦！怎么了？猎人在哪里学习？猎人，你要先去伊尔村学狩猎体验。嗯，好的，好的，我看一下任务哦。记得伊尔村。打倒梅之后，再跟他说话可获得蓝之秘书。对，然后嘞。然后咧，带着蓝之秘书去跟瓦尔克说忍者点点点，忍者点点点。嗯，不是吗？赫瓦尔。我没有用，
我碰到什么 bug 了吗？哎、欸，是不是少一个道具？少什么道具啊？蓝之秘传书，我有拿到啊！哎、欸，我是拿到蓝的秘传书、欸，哎，一样的东西吧？哇，我是不是没记到点啊，小鱼可爱？哎、欸，等一下，你有拿到吗？欸、白痴哦、喔，要上来拿啦！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我找到了，要上去楼上了。真的是替身攻击的白痴哦、喔！小玉，伊尔村在中间，上面中间的那个中间房间。啊？啊？右边，右边，右边。你现在在哪里？啊？你没有吗？就这间啊。哎、欸、呀，那是右边，右边，右边。对吗？呀，对这间啊，这间没有就没有你就要重走喽，在这里带他，等我等你。哪里走？往上走啊，过哈洞。伟伟怎么了？哈洞在哪？哈洞你忘记了吗？我忘记了。那个洞啊！啊，对，一直往那边啊！你加罪罪，你加罪罪，你加罪罪。嘿嘿，谢谢对对，感恩感恩。我两只都没拿、喔，他再来的东西，我也不会给你蓝只叉叉、蓝只叉叉什么东西的。我们先去补个血好了。可见大蝙蝠真的比螳螂好用。补血咯，再也没战斗了啦，只是补个血安心一下。我卡，我看到你在回溯了。
这里。那算了算了算了，去找明家。嗯，四六二二，四六二二。推荐。哦，等一下，他你应该现在是看攻略对不对？那就照攻略上面打。现在是晚上时间，等一下打点卡看看，打什么点卡？嗯，这就好会遇怪哦。啊，你要选帮忙的哦。问题一。哦，白痴哦，这是白天的，是不是？柿子的柿，蓝糖卡哦，好啊，我等一下去打。行。绿五十底三，好嘞，八米。诶，请将所有装备卸下。我们以前有这么麻烦的吗？想救，所以我现在可以出去了。哎、欸，唐安安，跟你讲，嘿，我们连洞口都没看到。不是洞口，要去伊尔村，要去伊尔村。是哦，你知道，走两步就遇到怪，走两步就遇到怪，这这都要踩地雷呀、啊。可以加我了。因为他等一下要绕回去我们刚刚进来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先打一下卡片。
不是不用管他，好。哦不，我的崩击。不是，你连宠物都没补哦，那太可怜了吧。宠物是忘记吗？你好坏哦！戴着头巾被偷袭，我今天有戴着头巾被偷袭两场。哇哦！我觉得你们隔壁很开心耶。哦，我在。狩猎了，猎到传说中的东西就可以先停下来了。小鱼在哪里嘞？我不知道，他现在把画面分享关掉了。我在。伊尔村旁边的那个很多人在狩猎的地方哦，他猎牛奶。那牛奶，對，牛奶的点啊，那你要不要去猎上面的小麦的点啊？小麦粉，小麦粉的点在上面一点点。这小麦粒很多啊，留给我。你前面还是要做面包啊。面包要16个小麦，10个牛奶，5个盐呢。可是我没有牛奶，现在。哦，好啦，那就好好练等吧。你可以打卡，打卡充那个，你先，不然你先登回城。等一下，我分享画面给你看。好。因为我什么都没猎到哎、欸，这个就职成功了吗？这个位置不是，你现在是狩猎体验吗？对。狩猎体验不能在这边啊！你去加呼噜噜。哦去加呼噜噜，这个吗？对，他是微微。哦，嗯哼，因为你要去猎传说中的鹿皮，你要就职，你现在还没就职。我想说怎么你就职这么快？那我根本没有就职。对，你只要看到你的魔完全没有号，表示这边是不是采集点，就发现你的魔完全没有号。哇，靠着吸血慢慢吸回来了。
这里。完了吧？怎么完了吧？怎么了？这里干嘛？猎啊，点狩猎体验。有喂、欸、鹿皮要几个？传说中的鹿皮一个。哦、oh.。鹿皮，那什么袍？黄袍，等级三呢、欸？小石像怪225，我想没有255。Fuck you！不用道歉了啦，拜拜。我其实暗杀还没学、欸，你先陪我去学暗杀好了。那就是你在这边绕，我去学暗杀。好啦，你在这边等我，我去学暗杀。哎、欸，不对，我们、欸、不行哎、欸，他哦。没事没事没事，因为如果你将蓝之秘书归还嘛，可以获得东西。可是你获得东西完之后，你好像就要重新解任务才能来这里了。没有武器消失是正常的。因为那个武器你只要被怪打到一下，理论上都是爆掉的。好，你绕一下哦。等一下，我看到了红宝石。嗯，不是啊，这要怎么出去？你那两只没来，应该可以。就是不要还任务就好了、啊。一轮还随地丢魔石，白痴哦！这个射不落地，好不好，凡尘？可以直接登去去休息吗？啊、可以呀、啊。风险啊！那个啊，童话少女说他可以直接登出去休息。我找不到回家的路。我丢掉就好了、哦。哎、欸，我有了传说中的鹿皮。我有两块，我用卡到银忍者之家，不是从右边回家的吗？还是要点右键呢、啊？欸、有人呢、欸。我走这里哦，等我一下，我的冰棒融化了。冰棒？对，突然拿一根冰棒给我，就融化地下。好了，你等一下在这边绕就好了。
我等一下再来找你玩。嗯。啊。就低下来了。接住就好了，大惊小怪的。低下来了。低回去。嗯。又到了，不是吧？还没，我看到你还在走，用飞奔的速度。遇到怪。想狂掉猛掉欸，是蚂蚁。看一下攻略哦，我这里获得猎人推荐信。嗯，然后还要讲话吗？猎人公会就在这个伊尔村，不妨拿着信到处看看。酒吧，我知道。是不是？不知道去哪里，先去酒吧就对了。干，摔下来了。哦不！那个谁，好多只哦！你来救我！我怎么不知道有果冻史莱姆这件事情？我忘记了。欸、好像还好哎、欸，17人而已。这就是踩到陷阱的后果。等一下，等一下，这个是厨师哎、欸，哦，他迷路了。等一下，那个猎人臼子是在最左上角的屋子里面。最左上角的屋子里面。我来，我可以的，因为我分享画面给他看了。给我看吗？你们根本没分享啊。这怎么屁嘞？哦，看到了，现在才看到吗？就是这个，哎、欸，是这个吗？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是那个厨师的拿番茄的。最左上角的地方。忍者之家，这里。啊，对不起，我摔下来了。啊，看不懂啊！小巨人可爱，没事没事，我应该活得很好。你继续打卡片。好像不是走这里，走这里吗？然后走这里，
好，第二层，我这里。在哪里？白色显示 bug。这里是哪里？我这里吧。不是，等一下。没事就快点离开，离开喽！好了，标题改一下，编辑，忍者就结束。是啊，走出去啊！你挂网一下，好，不是个问题啊，我出不去啊，想踩陷阱踩不到陷阱了啦，我找不到工会，哪个工会？挂猎人的。啊，我不是说最左最上面那个屋子里面吗？不是这里啊，你刚刚荧幕分享前就有了啊。是医院呢？左上啊，这一间呢、啊？那长得最像猎人的，你忘记了他吗？下面，下面，这个啊。我还是用狩猎体验吗？还是？要学别的啊？是不是只能登出了啊？好啦，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刚刚说什么，小鱼？那我用这个狩猎体验，是不是不能狩猎到牛奶？对，你要回去跟那个躺在地上的人说，绝狩猎。躺在地上的人是那个，对不对？对啊，你长成哥布林头盔的。嗯。现在在东一门口，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有个人死在那边。
死在那边，那边睡觉而已。我他怎么没有给我心头灭绝？靠，打到卡片了，可是是黄金螃蟹的。好啦，今天先开到这边啦，感谢各位啊。刚吃完那个冰，我牙齿好痛，太甜了。老了吧？对，是哎、欸。就是老了。找妹子，找妹子。我以为你说找妹子，找妹子，吓到我了。找妹子，找妹子。找妹子，找妹子。那个刘廷宇，要不要再感谢一次你的那个会员？感谢你的会员哦。好啦，今天就只两只职业了，满足了，各位晚安喽。